2022年2月掀起了一波食安风暴，不过直到现在居然还被检出。而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的辣椒粉、胡椒粉以及咖喱粉等调味料，就发现了飞马牌特调咖喱粉检出了苏丹色素一号。而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该款咖喱粉是在28号、29号销售到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等9个县市，而目前已经通知北市两家业者全数下架回收，并通知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要求辖区业者进行回收下架的工作。